十块，才十块呢，真的、啊，他那个菜上快一点啊，谢谢奇哥，快对快，何德何能，谢谢谢谢，环保环保。哎，牛肉汤来了啊！哎呦，哇，哇塞！哎，那你吃什么呢？哦，我吃屎。哎，小子，小子！哎，你刚面带笑容讲说吃屎，很可爱。心好痛啊！还有吗？在这边正的面表现的惊恐吧？你一直在夹，一直在夹菜。对，然后你们队长在那里当宫女。佐料来了，来，哎，哇，这酱料真好吃啊！哦，你再帮我拿个，拿几个这个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个这个再多多拿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那个鬼杯，鬼杯，哎，是，是是是。哎，我家里是肉燥。好的，好的。从来那天哦，被凌虐到现在，啊，然后现在是你们又把那火抖。哎，今天我们还没，怕后悔，赢到有点现在有点不好意思。嗯 ，Kid 哥，肉肉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这是你要的酱，你是要我肥死？我担心，我担心你会被冲出去战地啊！哎，我要先当值，我要先当值。你一定是有阴谋，像这种鬼飞，都让我胖死之后，那不是我用的，是假的啊！真的啊。不要塞！哎，北北，哎，是，我手突然有点累。哎，怎么样？需要有人问？没关系，没问题的，没关系，求问北京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哇，还帮他吹凉了。好贴心哦，不错不错。北北，那个都好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先退下好不好？我帮你吐。终于可以吃饭了。这是有点饭，新的主持人叫我黄先生，从早到现在都没有吃饭。好险，还要给我筷子。你外面会不会热啊？不热。对，没，因为我要把门关起来，因为外面好热。就随我来吧，我带你们去今天的豪华房间。没有，我这样子飘在空中，他们觉得有点很可怕。而且在移动，不要拍摄，移动，是移动。欢迎各位主人，你们要住的地方已经到了。哇哇，这超屌的，这是湖吗？这是湖吗？是湖哎！湖边没错哎，一人一栋，一人一栋，一人一栋，屁呀！一人一栋，真的假的？真假的？黄鸿山，求求你！哎呦，所以这睡觉舒服。哇！哎，可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吗？啊，是。
这里是台糖江南度假村哈，是台糖江南度假村。那这一个呢，是我们度假村里面唯一的水上 villa。哦。整个度假村呢只有六间。哦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哈最高档的一个 villa 房型。行过来是阳光透过湖水。对，我们这个 villa 呢，它是整个都是这个落地窗，啊，开这个早上哈跟黄昏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。哎呀，哇！赢这一关真的是值得哎，太值得，这一关好棒哦。好了，欢迎欢迎，不如就早早就寝了。好，早冬女会服侍大家搓澡跟那个，就是安排大家就寝。不用吧，搓澡不用吧，真是苦我们吧。搓澡也太扯了吧。大家行李到了，麻烦到外面帮他拖行李进来。哦，好可怜哦。好啦，你今天不要帮我搓澡了啦。那钟平哥，我想做牡丹。您的行李来了。对啊。谢谢。平哥那边。没有没有。谢谢谢谢。那你好好睡觉。好好。拜拜。加油，明天加油。我是黑哥。爱情啊 ，Kid 哥，哎，您的包包来了。是啊，那包拿进来好不好？胡彦哥，我等一下再拿过去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等你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不要，过来，不要，不行，不可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爱上酒家人，我进了酒家门。皇上会生气的，别管皇上，别管皇上了，不一样啊！买酒的风情好，比酒更迷人。我担心输一轮不高。